是不是觉得这样的发帖很好，杀出来的球速很快？但是这其实是完全错误的，因为我刚才在发力的时候都是先转正再回拍。你可能会觉得我们转正之后视野可以更清晰，发力可以更直，但是当你转正之后，你身体的惯性就停住了，你用到的只是手臂力量。所以我们在杀球的时候一定要讲究边转边甩，我们的发力应该是在我们的右边屁股开始，在发力的一瞬间用我们的右边屁股向前顶胯，给上一个向前的惯性。我们的手臂不应该是向前顶到最后再向前甩，而是要受到惯性的第一时间跟着惯性一起向前甩出去，并且我们在快出到球的瞬间，核心这个部分一定要向下收紧，带动我们的手臂向下边甩下去，让我们的杀球杀得更尖，杀得更快。